各位，如果不幸遭遇事故，失去了一条腿，你会如何面对？这个太厉害了！没有没有，就是热身。啊，是吗？啊，对对，热身。啊？没什么改善，没什么事的。我先试一下。真不行啊！你在用牙推吗？动动不动。哇哇哇！哇！你真的咋了？没事吗你？哇！すげえ！太厉害了！すごい！他叫胡玉涛，梦想是代表中国残疾人自行车队参加残奥会自行车比赛，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不是他，而是在他背后默默提供支持的这位90后日本帅哥。没有刚才好，还是得这里得再往前，出来差别重新，就是好多已经好，但是距离可以往往就是对对对，找到一个更完美的状态。这里不重要，就这里拍起来，拍一下。这位在一旁聚精会神观察胡玉涛，且不时帮他调整义肢的男生，名叫菊地雄斗。他的职业是一名义肢装具师，现居住在石家庄。完全看不出来，如果穿那个长裤的话。我们跟拍了在中国为残疾人奋斗的菊地的工作状况。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大家好，今天来到河北石家庄了，哎呦，好久没来啊！今天拍谁啊？拍一个做特殊行业的一个主题，这种职业我们以前没有拍过。期待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拍过的特殊职业的主人公，不知道他正做什么。一年再招吧。啊，到了。这什么地方？什么都没有。看着像郊区。郊区啊。他是吗？他是主人公吗？你是日本人吗？我是中国人。啊，你是中国人啊？你好，你好。はじめまして。丁寧寧と申します。丁寧寧。哦，你会说日语是吧？我在日本留学了8年。啊，难怪。哎，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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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是日本人吧？对。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卓内亮。啊，你好，你好。他来中国第一天就开始看您的节目。啊，是吗？所以您是他的偶像。啊，是吗？哎，谢谢，谢谢，谢谢。タケウチ。啊，これ。这是你吧？对。哦，日本获生劳动认定，不知道怎么念的。義肢装具師。義肢装具師。
義肢装具士っていうその厚労省の資格があるんですか。国家資格。へえ。あ、そう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あの方見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は？両下肢切断で、あのチョモラマ登場した、あのシャブユという。シャブユに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吧？他功夫峰的讲师是我给他说的。哦，厉害！我也好像听说过，这个是你们做的。对。哦，夏波宇。丁宁宁是第一个取得日本厚生劳动省一支装具师资格的中国人。学成归国的他，在自己家乡开了这间一支工作室。大学攻读义肢装具学专业的菊地，毕业后一直在日本的假肢制作公司工作。一年前，他收到大学同学丁宁宁的工作邀请，于是来到中国，开始了新的挑战。这天，菊地要接待两位很重要的客人，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的队员。但是你们为了今年的奥运会一直在练吗？对。决定取消的时候特别难受。对，你都练了好久了。参加过奥运会吗？四年前。我参加过两届。两次。嗯。冠军吗？对。奥运冠军啊！超厉害。你认识他吗？认识啊。这个。长得帅的我能记得，长得不帅的我就记不得了。啊，是。那会记不记得我？如果你跟别人站在一起，可能我就记得了，因为菊地太帅了。害羞了，害羞了，害羞了。今天菊地的工作是帮这位队员制作一个新的假肢试验用解手枪。用力点把肌肉放松，这也没有他的妈的，没有，体重的变化很正常。你要做新的接口？对，这个接受枪。哦，对。因为它是要承担这个腿的这个舒适度和什么的，嗯，那是关键的。嗯，接受枪需要承担体重，是一个假肢最重要的部分，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不契合，也会非常影响舒适感。因此，菊地需要精确的测量残肢的各个尺寸。好精细！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细的。一般取不了这么久。啊对。なんで骨の形を変えてるの？骨の形通りに削らないと、体重かけた時に骨が当たって、まあ痛み出ちゃうんで、ちょっと厳密にやらないと。せっかく三四分で固まる。何パーセント削るっていう点数を計算して、うん、こっからただもうひたすら削っていくって感じ。骨の部分とかをへこませる。そうですね、形通りに削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うん、もうちょっと削れる。为了尽量重现肢障者的腿部形状，
居地在打磨制作石膏模型的时候，会反复测量模型各个部位的尺寸，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一个多小时。通过真空成型，待冷却定型后，一个新的试验用接受腔就完成了。特别细，有可能你看不出来，就各种各样的纹路，就按照它的腿型来做的，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有线条。細かく見るとめちゃくちゃ凹凸が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ね。この辺が骨の出てる。この骨です。ここ、这里的骨头。因为不能压在骨头的地方，所以骨头的地方稍微怎么讲？宽一点。宽一点。有点空间。还行，这个枪没问题的。可以使劲吗？可以。为了制作出让队员们在残奥会上能够尽量发挥出100%实力的一支，局地的压力非常大。这个荒野城市主人公眼里那个残障人在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区别？すごい思うのは中国の人すごいエネルギッシュじゃないですか。結構中国の人うち来る患者さん、まあ本当に膝が曲がらないとかすごい短いとか皮膚がぐちゃぐちゃとか結構条件悪い方来るんですけど、結構みんな走りたいとか踊りたいとか、日本でやってきた感覚からすると、まあ、今はとりあえず立てれば、まあ、とりあえず OK じゃないかとか、じゃあここをゴール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みたいなところあるんですけど、想像以上にゴール高いところ目指してるんで、まあ、その辺本当にあすご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じゃあ僕も技術で答えたい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いありますね。それはいい話だね。はい。晚上，菊地带节目组来到了他们接待客人时常去的饭店。患者さん来たら、いろんなロバ食べます。いろんなところの。はい。虽然白天遇到的司机师傅一直说石家庄没有特色菜，但是亮叔好像十分中意。外边是脆的。里边肉是香的，还有里边加了那个滑滑的，我去，是吧？挺好吃的，挺好吃的，里边有很多肉，都是鱼肉是吧？对，天上龙肉，地下鱼肉嘛。再咬一口。现在，一起光。你说啊，准备しました。啊，是吗？为了我吗？对，啊，他买的。你买的，在哪儿买的？在网上。网络上买的，在我们的淘宝店是吧？对。无所谓。吓死一跳。他不知道我们在淘宝店。对，不知道，主要是不知道。他特意给我买的。
我最喜欢的一球。哎，欢迎，欢迎。那你为什么当十月份当时决定来中国？中国のその状況をなんとなく聞いて、人口もいて、障害者もたくさんいて、まあそれこそ人がいっぱいいれば経験がたくさん積めるし、それで自分の技術を高められたらいいなっていうことで、この環境だったら技術者として伸びそうだなと思ったんだね。チャンスは多いなと思います。这边的美食是什么？好吃的没有，没有，你们有的，不是有，南方的，南方。他说这种吃蟹，我们也吃不下。啊？为什么？因为，靴子が駄目っていうよりは、着方があんまり良くない。着方が良くない。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我助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